我知你有家庭，我知你有老婆有个女啊，但系我系唔会搞佢哋噶，我净系要你，我净系要你少少嘅时间噶咋。你唔好咁啦，你教过我噶，无论系投资定系做人，都要保持理性，计算风险。我计过，唔系，其实唔使计，我同你一齐，你一定系零风险。 我会完全配合晒你噶，你信我啊，你放心啊。